结合蒸汽和奇幻两种不同风格元素的全新 MMORPG 黑金。故事描述两个敌对的阵营为了抢夺重要的能源黑金而展开无止境的战争。玩家在开始游戏之前可以选择要加入蒸汽阵营、艾森赫特王国，或者是奇幻阵营格兰蒂尔联盟。两个阵营各有不同的角色种族，并且还有执行者、刀锋战士、平衡法师等多种丰富的职业可以选择哦。正式进入游戏之后，玩家就会发现灵活的战斗是黑金的一大特色，采用无锁定的方式让战斗变得更流畅，并且还要靠着快速的走位和翻滚避开敌人的强力攻击，让战斗变得更刺激。另外，除了一般的坐骑之外，游戏当中还可以搭乘具有战斗能力的载具，在这些载具上会自动切换成另外一种战斗方式和技能，骑着它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真的是非常刺激有趣哦。游戏当中还有许多丰富的奖励以及强化系统，像是依照玩家活跃的程度可以获得各种品质的石之沙，并借此取得更多强力的装备或者是珍贵的宝物。其他还有许多丰富的副本以及刺激的 PVP 战斗，让玩家享受更多有趣的游戏内容哦。